你刚接触部落冲突时玩的最多的流派是哪个呢？如果要我说的话，那绝对是判法流。这个打法从五本一直陪伴着我，甚至九本，但现在到了14本，当初这些简单兵种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，已经很少人会专门去玩这些低本时的打法了。所以，我决定开设一个部落冲突怀旧系列，在当今14本的大环境下，用当初的低本打法，能否成功拿下三星呢？